老麦正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以为我是吸血鬼，然后我就不是啦。哇，真是会幕。好了，宝贝，不是啦，我是鬼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赶快送你去，我赶快送你去炊事魔王。护士的 office 是去 principal 的 office， 为什么啊？不掉呀，有护士的 office。哦，可是为什么要送你去校长的 office？ 哦，反正我就是护士。